在四月十号的早上，体育馆前面的广场就开始热闹了起来。由台东县政府与国际创价协会所举办，以“珍爱地球，珍爱台湾”为主题的社区好友文化节，在此开始了一系列的活动。而周边有许许多多的静态展，包含青年文化、艺术创作、民俗乡土特色以及生活环保等单位，让今天的活动更丰富多元。我们这次的活动的主轴主要是来自于我们国际创价协会慈典大作会长，他跟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主办的联合宪章。这个社区现在政府单位，现在各一个民间的这个单位，他们想要对民众想要有的这个教育，我们想透过这一天，那应该给他们一个环境，给他们一个机会，对我们台东的民众做这样的一个教育跟启发。很高兴都能够来跟创价协会一起来合办协办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内心里面最感到震撼的就是我们的曾古德博士，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人类是这个地球上面智慧最高最聪明的生物，为什么人类不断地在破坏这个他们唯一赖以生存的地球。整个活动以联合国宪章中人与环境相辅相成的理念，期待青年从自己内心做起，推己及人，让这友好的感觉能让身边的人感受到并持续的传达下去。东台新闻，张玉成、庄正道，台中市报道。